林峰被陈建斌摸头杀。5月5号，在最新一期的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节目中，陈建斌与林峰上演了一场摸头杀。陈建斌老师摸林峰头的时候，林峰的表情实在是太搞笑了，紧张到一动也不敢动，瞬间诞生了一波表情包啊！这个环节是我要求。来吧，你们来吧，来吧，来。只有一次机会啊，像王新军一样，只有一次机会。随后林峰还在社交平台回应表示，作为迷弟的我是有点害羞啦。芒果捞新闻，恭喜林峰追星成功，和偶像陈建斌上演摸头杀也太好笑了吧。报道。